因为无线上网只有展场才有哦，你去外面的窗口都没有这个价钱哦，所以展场先定多少钱？600。多少钱？所以我们今天要买平板要去哪里买？上网买平板，直接给你无线上网的优惠价就在。就在哪里？有点难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呢，我们丰沛手机平板呢也只要990元起就可以直接带回家。再来，现场有没有学生朋友请举手？有没有学生？你是学生吗？你是学生吗？好，来，各位现场的朋友，我们现在学生方案月租加上上网通通半价，请问学生方案月租上网通通通话跟上网通通怎么样？打几折？省钱就要去，就要去换手机选择。好，来换手机选择我们中华电信哦，学生方案上网语音通通半价。好，而且呢，我们指定热线还免费让你往内户打，不用钱。那我们今天现场一定有展场优惠方案，各位现场的朋友哦，来展场 A 好康的请举手。来展场 A 好康，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今天你踏入展场，只要办我们583以上的费率，还加送你500块钱通信费耶。所以请问一下大家，我们办583以上的费率，加送你多少钱的通信费？多少钱？500块的通信费哦，所以这么多的好康通通都在中华电信哦。啊，所以各位上的朋友哦，我们今天中华电信跟大家全民共省，如何省？现场有智慧型手机的朋友请举手，有平板电脑的请举手，通通都没有的请举手，通通都没有拿到礼物的请举手，真的都没有拿到吗？真的都没有拿到吗？真的都站这么前面怎么没有拿到？是不是声音不够大声？好，来借我你的声音，请问一下我们办平板选择，办手机选择，好看好用好好玩就在。好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中华电信有个全民共省的方案。全民共省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帮大家省钱，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今天要上网一定很贵。来告诉大家，中华电信让大家上网通话一起省，上网通话首年月租费只要99元，每个月只要99元就可以上网，好不好？所以就要选择中华电信，就要选择中华电信。上网只要多少钱？就可以让你的手机还有平板来上网，就是选择我们的中华电信哦。好的，非常感谢各位现场朋友这一场舞台活动的参与哦。来，手上还有两个，各位现场今天舞台活动一直没有拿到礼物的，请举手。哇，真的没有拿到吗？好，来再次复习一下，我们这么好看的电视搭配中华电信的什么？搭配中华电信 MOD 有今天现场下杀33800，这是60寸的鸿海大电视哦，原价要58800，现在展场下杀33800，每个月 MOD 也月缴35900，就有非常多好看的电视哎，所以我们要看好电视就要选择，选择。好，来选择我们中，哎呀，丢太远了。好，来选择我们中华电信哦。好的，各位现场的朋友，我们下一场舞台活动即将在下一个整点展开，欢迎大家。下一个整点要回到哪里呢？中华电信。所以最好看的电视就在，被手机选择。还有我们的后面的大电视有 HD 高画质，要选择。好的，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场舞台活动的参与，我们下一个整点见，拜拜。